1月24号啊，哎呀，今天是大年初三呐，哎呀，见神了吗，兄弟姐妹们？尊敬的战友们好，尊敬的战友们好啊！我的妈呀，从昨天咱们大直播完，恭喜 Getcom 上线了，然后昨天晚上睡了四觉。四觉睡了将近有7个小时吧，昨天还是有很多战友啊，这个得救但是我今天本来是这个不录视频了，未来2、3天，但是很多战友都发信息说七哥看不着你着急，我就简单录一下，我健个身，然后再录一下。简单的说，共产党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三不一没有，他大爷来了！我从我懂事我都老记得共产党什么四不一没有，三不一没有，这老是三不一没有，都搞糊涂个屁的了！现在新的三不一没有，真是很夸张啊！不允许这个有任何的媒体透露中国人的死亡数字。而且要严格屏蔽，从统计局开始，各火葬场的死亡数据，包括报税单严防死防，你看看，是吧？这死人你说成啥国家经济了？第二个，不允许再有任何所谓国家大项目的开支，同时所有的大项目列出了 N 条，必须削减。例如航空母舰3号航空母舰等，即什么接下来什么国防项目各地上的大项目削减的削减，关的关，这就是没钱了呗第三个，绝对不允许，这个非常夸张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在共享富裕。就是打土豪分田地、抓马云、抓马化腾、王健林等这些什么雷军呢？这事情有任何妥协，加快共享富裕共同分享财富，那就是说把前面就是什么死人不让说，然后不花钱了也没钱了，然后把这富豪全抓了，而且从过去的千万起步，现在从百万起步这个没有。这三不一没有，没有是啥呢？最关键的事情，任何情况下是啥，兄弟们？哎呀，我就别说了吧，等着大家节目透露去吧。那就是我们想干的，是吧？我们就想干的，没有海外投资。我们就想把钱给弄到海外来，隔空取钱嘛，是吧？然后刘鹤和耶伦的谈判吹狼大，说人家赶飞机，要不还去谈？你想想，人家赶飞机都不搭理你，两国大事跟你谈个屁呀，是吧？无非是就那个几千亿美元的外债嘛，和勾兑嘛。中国又是传达了什么私交了习近平的私人的亲笔信呐？不就是那几个勾兑吗？而且强烈的意识到，海外要查共产党的财富，共产党党员的财富，所以没有海外投资，你基本上未来可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、中国政府在海外任何投资。在2023年，2023年兔年是寅木年，你看看是寅木年。而且又是火水，火和水，是吧？你想这多可怕！不到海外投资，然后共产党的这红旗、五角红星，是吧？国内已经成这了三步了，海外又没有，兄弟姐妹们啥感觉呀？听说非常夸张，哎呦！我来看那个节目正在播一个，放出来正好是
几个大佬的房子在卖，啊，对着海外的这些大佬共产党员的所有的房子啊，都登记完了。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到家一谈，你房子在哪儿，赶快卖掉，把钱拿回来，否则你家人全扔监狱去。哎，国内的那些富豪们，孙子，如果你有本事，别信我的，别听我的，你继续保留着，啊，继续留着，你看会留出啥结果？嗯，不但如此，在香港血雨腥风，香港就是过去这些年大陆人买的房要一户一户的查，一个不能放过，让所有的银行要把过去30年的所谓的往海外汇款的汇款记录全拿出来查，澳门、香港、欧洲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，啊，有本事你别信啊！只要你在海外花过钱，你买过房子的，你看看查不查？只要你人没出来，钱就必须回去，啊！然后大过年的在国内，现在下面的反袭的声音，啊，已经是完全失控。现在有很多人把要把白纸革命、火焰革命，啊，当然新中国联邦是他们心中的圣殿，他们心中有数，只有这一个希望。但是共产党他挡不住两个最核心的问题，第一个是民心，民心向孤，共匪必亡；第二，数字货币。和无影之父、鬼影之父，他挡不住，对吧，兄弟姐妹们？还是那句话，你若不相信呢，咱们走着看啊，有本事走着看。你看的郭文贵给你们来点更神的。现在麦肯锡访台是吧？全世界，咱们爆料革命七哥第一个报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报的，你会发现突然间发现了，啪，人到台湾了，而且就从前天开始，大年初一，共产党的所谓的老朋友一个又一个的背叛，给他翻脸，从今天、明天，无数个。金融危机、市场的崩塌，会围着共产党一个一个开始，然后让跟着共产党走向火葬场。然后从昨天到今天，七哥的所有大事都发生了，所有的什么这样的案子、破产案、什么海外案、英国案，都是天大的好事，好的我都不敢相信。七哥就睡了四觉。过去3周没怎么睡过完整觉，这昨天睡了个完整的觉，这而且分4次睡，睡了7个小时，过了个年，就发生这么大的事，给七哥这么多礼物，给爆料革命，咋弄呢？哎呀，2022年过去了，2023年来了，该是我们的年了，阴木年，火水，还有更重要的。天地宇宙万变，其中一条不会变，就是今年绝对是个去魔的时代。谁是魔，你可以颤抖了。兄弟姐妹们，过两天七哥再给你们报告，我明天上午没有小视频，千万别等啊！我因为明天上午一堆的会开，真的没时间。好吧，兄弟姐妹们，除非我真的是能抽几分钟可能，但你们千万别等，我压力老大了。没该猜。